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猫咪麻薯。我们今天要来拍飞天螳螂的 Mega 史。巨型螳螂啊，然后呢，条件就放在后面好了。那我们跑个流程，生肖宝贝是跟人家借的。OK， 那我就不秀是谁了。然后呢，等一下呢，这边对话完之后呢，会要开始打 NPC， 中间不能去那个生肖宝贝中心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找这位对话吧。哦，它有显示条件哦，条件在这里。OK。这是条件，那我直接在楼下加字幕就好了。好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有准备好三次生肖宝贝啊，这中间是让你第一个找 NPC 是这一位，就在旁边。等一下，我先冲。给我一下。我打错技能吗？等一下哦，我还真打错。哇，我按错技能好像整这样。哦，惨，他只能使用第一个技能，所以各位小心。那没关系，我先第二只打掉。好，有空气斩打，小事小事，好，小事小事。OK， 第一个打完，那切记不能回 PC， 我们再来要找这个吧，我再对话一下看。Great， round two， 下一个是找这一位，哦，他在这里。那我们因为死掉关系补一下，我按错技能关系。眼馋看错啊，没关系啊，小事。不用了，自己补满了，好吧，那算了。好，还是自己补血。 OK， 好，啊，这次不要看错啦，改用最后一招就对了。OK， 再找他对话一次，看来真的是这样。这有事这样，这位第三位，话说啊，这次改名改成一血啊。哦，提升特工。又提升特工，
最后一只应该是要带他吧。最后了，最后一位 NPC 的样子，基本上打完他就可以拿到 Mega 石了。嘿，反正我们就接着下去呗。嗯，好吧，看来只能先这样。对方会叠舞啊，最后一只，好，我们最后再找到对话看一下，恭喜哦，一次三只有四个，总共有十六只。好 ，OK， 十六只从细绳缴费。他说我的飞剑螳螂好像很厉害。至少再多画几次。好。哎，我并没有听到得到道具的声音。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是不是拿到了，不是这个，好，有找到了这一个，好，飞天螳螂的 Mega 石，我们就这样取得了啦。好，那飞天螳螂就是这样啦，好不好？好，过程流程就长这个样子。那各位，我们下次见哦，拜拜。好，沈小贝记得还人家，我是借的，感谢这位大哥的赞助啊，哦，方便拍片。